诸位大德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上午好。阿弥陀佛。这一次是学院主办成立10周年纪念。有3天我们有佛法交换心得，分享修学的成果。今天是第4天，下午有一个三体系列法会，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在灾难频繁的时期，出现许多的灵异，这种事情很难得得到现代科学家的肯定，认为这个世界上许多族群，他们传统的文化不是迷信，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。呼吁科学要重视这些传统，这个传统里面有许多是真实智慧，虽然他们没有提出科学方法，但是肯定人类有一种本能，能够知道宇宙许多的奥秘，都在传统文化当中表现出来了。这个发现一个提倡是健康的，是好的，特别是量子力学，这是最前进的这个高中部，跟宗教跟传古老的传统跟灵异都越来越接近，我们对传统老祖宗的教诲我们有信心。有许多人问我，这些几千年甚至10000多年前，你怎么可以相信他？我相信有我的道理。我说我们不是远，远的不知道。我们从自己本身，从有记忆开始。这几十年来的观察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：越是过去的人，社会的单纯、工作单纯、生活单纯、人际关系单纯，所以人心清净，杂念妄念很少。心清净就是智慧，烦恼妄想多，智慧不能生起来，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的人差距很远，科学技术发展
那是另外一种事。但我们的智慧比不上上一代，上一代再跟上一代去比，似乎从中国有史以来5000年是往后退而不是往前进，很明显的古籍里都是记载，中国在三皇的时代以道治天下，道是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，到武帝，三皇到武帝时间大概是5-600年，道逐渐形成，人口增大，生活跟从前不一样，追求奢侈浮华，人的欲望比过去提升，所以道是不同的，所以德道设而后有德，还算不错。但是到三王的时代，三王是项商周，这个历史就比较清楚。夏4000多年前，商汤3800年前，周3200年前，这叫三王，夏商周三王，德也相同，以仁治天下。道失掉之后有德，德失掉之后有仁。周家到最后的500年，是中国历史上相当长时期的一个乱世，春秋战国。虽是乱世，人都讲义，这个很不容易。秦始皇统一中国，用的是法治，15年亡国。这个教训古人接受，法是治国的根本，肯定法的重要性，但是人是法的根源，人存正直，人亡正气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。法好，如果没有好人的这些，那法是假的，不是人的。所以，结论到最后，人重要。人要是好人，法虽然不好，一样做好事啊。法再好，人不好啊，一样干坏事。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所以只靠法是靠不住的，一定要靠人。于是中国对于人的教育
非常重视。那秦王完了之后，取而代之是汉，汉武帝就很聪明，国家统一了，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人口，啊，用什么来教？啊，那个时候诸子百家留下的东西非常丰富啊，这灿烂辉煌啊。啊，但是不能用多家，多家的思想就分歧了。啊，不能够建立共识。啊，在诸子里头寻一家，寻一种作为国家教化人民的一个啊，一个遵循的东西啊，最后采取董仲舒的建议，用孔孟学说啊，汉武帝先生，所以从汉一直到满清，都用儒家的学说作为国家教育的宗旨。2000多年啊，确实成就非常可观。那民国以来呢，儒学废除，就没有啊。我们采取西方人的教育理念啊，教育的方法，教育的宗旨，演变成今天的社会现代啊。古人说，你看到世了之后有德，得社会之后有仁，仁世了之后有义，义世了之后有礼，现在已经没有礼世了啊。古德有个总结，礼要失掉之后，社会已经大乱，天下就动乱。果然没错，现在社会混乱，我们要恢复，怎么恢复啊？啊，恢复不是短时间的，也要逐渐的往后推。首先把礼找出来，然后从礼再提升到义，再提升到仁，再提升到德，最后回归到道，这是一个循环啊。这一个循环呢，时间大概是1万年，对不起啊，这个世界真正在回归到大道啊，一道德的天下，应该至少是3000年以后的事情啊。我们看到啊，佛法不例外，全都要靠道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方东梅先生给我讲过很多遍。那佛法确确实实在中国，啊，全世界的佛法，中心在中国，中国现在不学了。中国最近的2000年，佛教传到中国，出的人才可不少，高僧大德，他们的成就虽然没有达到像释迦牟尼佛那样，但是声闻、圆觉、菩萨肯定达到。
而且佛教的中国在隋唐时代在他唐中啊，拜占庞祖禅宗第八代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徒孙，掀起了一场重要的革命啊，那就是把世尊当年在世私塾教学啊，整顿成为中华啊，就像现在的大学啊，正式变成大学。中国叫丛林，就是现在叫大学。啊，它的组织、它的结构跟现在学校不一样。啊，课程的编排、学习的方法跟现在不一样。啊，它有它独特的方法。啊，真正能够教人成人才。丛林的主席。就是校长，在大学校长啊，也称方丈，也称主持啊。首座和尚是教长，管教学；维诺是训道长，建院是总务长，名称不一样，只是职责管理上。中国丛林制度的时候是唐朝中叶出了很多人才啊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现在寺院里还有这些名称啊，但是具体的执事没有啊，首座只是一个痕，尊重高的一个地位啊，仅次于方丈的一个高阶层的地位，教学为诺只有在殿堂里面啊指挥佛寺。实际上训导两个啊，建院是总务的管理啊，所以学校不见了，看不到佛法教学的内容啊，佛法丛林是学校，把佛法回归到教育，中国人走得最成功，也走得最好，最有成就。啊，这个对纲事情，可惜在清朝中叶之后，啊，嘉庆以后慢慢就衰。到了咸丰、同治、光绪，逐渐就衰落了。啊，民国年间看到，那么今天，我们常常想到古人的教诲，李老师常说。不怕没有庙，只怕没有道。啊，寺院安堂的建立，先有钱就能做，不难了。难在到哪个地方去找，
真正有修道的人，真正修行的人没有。啊，真正讲课的人没有。这个问题严重。李老师晚年的时候，他知道培养弘法人才的重要，70岁那个年代啊，老师应该，我没有到台中之前，应该是67、8岁的时候啊，他开始培养100年前人，不是讲经，讲理。做得很成功，大概做了5年，以后再提升啊，正式联社里头开个班，那经学班，培养讲经的人才。我到台中去的时候，他的班刚刚开始。老师告诉我，因为过去他很重视女孩子，女孩子聪明啊，学得很快呀。啊，费了好多年的时间把他们培养出来。被你培养出来之后，讲了几天，女孩子结婚了，一结婚之后就不再来了，几年心血都不要花了，所以以后目标转过来，男生重要，对女性要紧。这李老师吃了这个亏，他就悟了。啊，可是进修班也只开半年。真正学的那个人啊，因为他是居士道场，每个人都有家庭，有事业啊，所以是附带的学习，不能专心来学啊。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到台中去亲近他而已啊，我是专心学啊，我也在联社做义工啊，分配我的工作，每一天工作也要8个小时，但是我每天至少我有4个小时的来研究经教啊。年轻的时候体力好啊，精神足啊，啊，每天晚上睡眠的时候5个小时足够了。啊，这要本钱，要没有这个本钱不行。啊，要有体力，要有精神，要正大，你才能吃饭。啊，这种人难得，太难得。啊，所以老师告诉我，学生找个好老师难，可遇不可求啊！老师找一个学生，能够传道的学生更难啊，比登天还难啊！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里头真正关键在什么地方？我自己对这桩事情想了很久啊，还是印光大师所讲，沉静真诚恭敬，但没有这个心，那就是
啊，印祖说得好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你得十分利益，你没有沉静，老师怎么教你都没办法接受。那干嘛去了？啊，我跟这些老师，这些几位老师，当时在台湾都是毕业的。啊，老师对我非常爱，我这凭什么啊？我跟老师没有特殊关系。那为什么老师能爱我，能关怀到我，就是有一点点成绩不懂。那如果成绩有100分，我常常说我只有20分，大概在老师心目当中这20分呢，他从来没有要过啊，所以遇到就不肯放手了。啊，不多啊，比别人稍微多一点的，啊，收获跟你就不一样。李老师在台中38，将近教学为主的。啊，到现在真正能承传他的2-3个人，啊，2-3个人当中我是干专医，那2个是在家居士，他们有工作有事业有家庭，啊，现在都有儿孙伴他，啊，他们是兼职，不是专业，啊，专业就是我一个人，啊，真的不好找，啊，事出世间甚虚。最重要的关键是自己的运气，所以佛给我们介绍五样事情，阿弥陀佛的成就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他发的48愿，没有一愿是为自己，愿愿都是为苦难。而且愿心像普贤菩萨一样永远没有间断，不疲不厌啊，所以他有这样的成就啊，有一念为自己，那就是最严重的障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落眼云无比修其家，能创建这么大的事。啊，那么今天无比丘能不能信教，在理论之下没问题，30多年前逆境期间，我第一次
到香港下去，离开台湾的头一次，在香港讲了一件讲师啊，当时香港佛教有两个头领导人，一个是九光法师，现在还在。他大概大我五六岁，应该九光法师九十岁了。啊，第二位喜成法师，你听。东北人，两位都是东北人，心肠很厚哟。啊，我就曾经向他老人家建议，我说能不能找到五个志同道合的出家人，五比丘，我们来供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时候，啊，把佛教兴旺起来，啊，他听了很高兴。啊，高兴是高兴，后头就没下文了。到哪里了？啊，我跟他一发现，我算一个，再找三个，找不到。现在的人谁肯吃苦？谁愿意吃劲？啊，佛法就这两个根本，释迦牟尼佛。入灭的时候，啊，阿难尊者代表僧团向佛请教：佛在世，我们以佛为师；佛不在世，我们以谁为老师？求佛指点，佛没有指点人。佛只说了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说了这两句。这两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奉行，他真做到。啊，他给我们立的这些戒条，他全做到。他没有做到，他不会要求别人去做。啊，一生修菩提，最终于实树下一修。啊，往生的时候不在房间里，在野外树林里烧菩提。啊，这都是做样子给我们。他真做到了。啊，那我们不能吃鸡，我们不能受苦，这就做不到了。所以无比丘找不到。啊，没人愿意吃苦，没人愿意吃鸡。啊，而且研究经教。要用很长的时间，要有耐心，要有毅力，也是一桩辛苦的事情。啊，基础至少要有五年的时间了，那个根层咋稳呢？啊，没有五年的基础，根咋稳？现在没人教，必须自己去过，自己去努力，行吗？行，真干，三宝加持。啊，你在心论上遇到困难问题，只要你是真诚心，啊，自然会通达，自然。会明了，
啊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拜佛，把经文扩起来拜佛，拜上三个拜，哎，这个意思自然就通，问题就能解决。啊，不肯干不行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人，我们到哪里去？我们天天求佛菩萨，希望佛菩萨再来。啊，凡夫难了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啊，感应到就。这是佛祖教给我们一条道，那我们一定从本身、从自己做起，才能影响别人。现在影响别人非常困难，古时候容易，啊，古时候生活环境好，人的德行好，啊，古时候的古人不怀疑人，啊，对人有信心。对自己有信心，现在信心没有了，不可能不会啊！所以现在就是感化人也非常非常困难，比过去困难100倍都不止啊！那下一代的时候，比我这一代又要困难啊，至少困难10倍以上啊，越来越困难。啊，这个是社会的形势，得看清楚、看明白了。啊，学佛为什么要学佛？用现代的话说，为了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也学佛。佛经里头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佛家的法术语叫诸法实相，了解这个东西。诸法实相是今天科学跟哲学他们研究的最后的目标，但是他们没找到啊，达成佛法的。啊，那现在这个量子力学是越来越接近啊，但是必须要用大乘佛法来解释量子力学啊，它的问题就是大了啊，不用大乘佛法来解释，它有相当的困难啊，它有一个解不开的结。啊，这个解不开的结的时候，就是情执放不下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要彻底放下，你就明心见性，真相大了。啊，这个东西放不下的时候，真相永远你不知道。啊，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是把自己搞清楚，我到底从哪来，我到底是什么，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，你全搞清楚全搞明白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我跟人有什么关系，我跟环境有什么关系，我跟一切众生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跟这个宇宙有什么关系？你全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叫成佛。啊，成佛的不是迷信，
只有我们遇到真正恳求的，我们全心全意帮助啊，尽心尽力的扶持。只要依照古人老规矩、老方法去做，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效果，十年八年就有相当可观的成就。啊，但是不干不行，不吃苦不行。学习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，啊，最近这几年社会混乱一年比一年严重，地球上的灾病频率一年比一年上升，没有下降的趋势，在上升啊，而且灾难都非常严重你看清楚了，你会感觉到很可怕啊，给我们很高的警觉性，那就是我们决定要求生解脱，啊，这个事情全心全力帮助大家，为大家服务啊，可是我们主要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往生净土，要把这个摆在第一条，我真能去啊！啊，这一条没把握，其他的事情我就少干少忍一点了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，啊，你全心全力。为了苦难众生服务，这是对的，这是确定。如果自己没把握，全心全力为苦难众生服务，也了不起。啊，那是什么？人天福报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做的是好事，你来生的福报吧。可是来生做大官，手上有权啊，发大财，手上有钱，权大，钱多了，很容易造业，那不是好事情啊！没有权，没有钱，想做坏事，做不成功啊！没有缘分，少造业不造业啊！有权有钱，很容易造业。换句话说，很容易堕地狱。这个事情不能没有警觉性啊！有警觉性，这个路子不能走啊！我年轻的时候。张家大师就警告我，啊，告诉我这两条路是邪道，眼前可能看得不错，稍微远一点，死了以后怎么办？想到地狱苦，不敢啊！所以老师叫我走一条光明的道，啊，也就是。方东梅先生教我的，
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不能这么说。啊，当家告诉我，出家，学是大功夫。啊，我真听他的话，我感谢老师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教学的工作，要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最好的老师，模范老师。啊，一生教学49年，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教学，79岁圆寂。啊，教了49年。你在经典上看，没有一天放假了，有教无类。啊，教学不是每天几个小时，不是的，没休息。啊，真正休息的晚上中午，晚上10点钟到2点钟。这是僧团休息的时间。啊，2点钟就起床，就要开始做功课，功课。啊，那个时候的功课，早课是去锻炼，啊，早晚都是有禅。白天是家庭，啊，上午一般都是出门徒步，徒步是记忆回家，啊，遇到人多教，没有一个空过，啊，这是佛法。啊，我们认真走这条路，啊，那是我常讲的4个根，一定要做到，就落实《弟子规》、感应篇、十善业跟上义利益，要做到。这个东西不是念的，不是背的，也不是讲的。啊，佛经古大概分作4类，叫教、理、行、果。啊，这4种是属于行，是真的做。啊，每一部经典里头都有教理行。啊，在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，这个6品经是行，是要求你做到的。啊，有经有教学，有理论，啊，有修行的方法，啊，怎样落实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它做到。啊，后面最后一个是正果，啊，正是正前面的教理行呢，是1、2、3、3、2，完全融会贯通啊！啊，这个时候才真正能够起入。不能够圆融贯通，没有入进去，自己得不到真实的生命。那么今天的话叫我们有心成功的人才到哪里去求？求不到啊，只有自己认真努力，
那现在的教跟古人不一样，古人是一对一，一对三四啊，像这么样的大讲堂都可以行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38年，也没什么大讲堂。啊，时光图书馆的讲堂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讲堂，里面座位400个，啊，400个座位。啊，可惜的呢，那个时候就是老师一个星期只讲一天，啊，38年没得完，一个星期一天。如果是每天都讲，那个成绩就不得了，就非常可观了。啊，人才也真的培养出来了。啊，这一点李老师说好。啊，他开的课不太多。啊，一共开了30多个课。啊，我只学2个，主要的是经典，次要的第2个是古文。我只学了2个。啊，老师很辛苦，这么多科目，大半都他自己亲自主持，他是多才多艺。那这是我们比不上他的，那底子太好了。啊，一门深入有一门深入的好处。啊，古人讲的一经通，一气行通，一个法门通，门门不通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不通，绝不涉猎第二个法。啊，而一般人最大的障碍，好高骛远，放不下你们力量。啊，年轻就希望有高的知名度，啊，走这方面去，走到名利上去了，那就错了。对的清净心开悟造成严重的障碍，你的一生永远不会开悟，永远不能得生命，亏知道啊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对一点虚名没用处啊，死了以后依旧搞得到这一生空过了。啊，最低限度都要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这个门人人都有份。啊，净土四土390品品位的差别是求不到的。啊，你只要自己老老实实依教修行，品位自然提升，不是我想到哪里，那个你有这个想法，心里头有这个念头就错了，对你品位就造成障碍。一些方向什么都不行，在理论上讲，凡夫成佛一念之间，你看一念能成佛，佛是究竟圆满了，
三杯酒品最高的位置，那一个位置华严经上讲妙觉如来，人人都有份。是不是真话？你本来就是，你回到妙觉国语一点都不行，那是你原来的位置。那为什么回不去呢？就是杂念太多，妄想太多。我想争取十报头上上品的位置，但是个妄念，你就决定得了。你没有这个念头，你很可能得了。啊，所以老实念佛这一句话就重要啊！只要你老实了，老实品位就高啊！我要想什么品位，这个不老实，不老实你往生品位降低了。老实人太可贵了。啊，李老师曾经给我讲过多次，他一生想学老师，学不下，学一辈子也不像老师样子。啊，跟他老人家自己谦虚，啊，但也说的是什么？啊，可见的老师也不是容易学的。我要决心去学老师，决定不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学老师念头就错了。那怎样才真正变成老师呢？心里头只有安顿，除安顿我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就回归到老师，你就真的老师。那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念之中，啊，顺境逆境善念恶念，心里头只有一句安顿，除安顿我之外全都也没有。那个人叫真老师。啊，真的没有成就。啊，净宗法门是非常不可思议，你越学越觉得它真的是难行之道。啊，境界无有穷尽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名号功德尤其不可思议。啊，老师的教训常常记在心。啊，世上的成就都在缘分。缘不成熟，丝毫不能勉强。啊，无论缘成不成熟，自己的功恨一天都不可以中断。这是真正的成就啊。啊，僧团自己组成的，僧团这个团体是天上人间最为大家尊重的一个团体。你看，三皈依的念力，皈依僧重重尊。那个重视身体的团体啊，一切团体这个团体最尊贵。为什么？这个团体和谐，
戒，不修六合戒，这个团体不是一个最好的团体。啊，和为贵，中国古圣先贤所向往的。啊，而佛把这个和为贵讲得非常具体，讲了六条。啊，第一个，见和同解，这个是六合的中心，六合的基础，六合的原点。那怎样真正做到见同解呢？一部经，一句名号，这一种啊，这个生产里没有原生体，一部无量寿体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没有定量杂念，真正做到了前后同体，这个不太好。这一点做到了，我告诉诸位，我就恭喜你。为什么？设法一切诸佛护念力，护念力拉长，一切天龙鬼神拥护你，这样的人啊，这是如来正法道场。诸佛赞叹，啊，所以说理念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戒和同学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，啊，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《忏悔业》，啊，我们在一起四项上。决定不违背啊，每一个人都依照规矩奉行，这规矩是佛定啊，那弟子规不是佛定，你告诉我弟子规是佛定，佛什么时候定？净业三福里的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，是不是佛定？那么孝亲尊师我们怎么落实？弟子规是孝亲尊师的落实，你没有做到，你就是不孝父，就是不敬师长。那落实在弟子规啊，那怎么不是佛定？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有这个基础，十善业道才能做得到，否则的话十善业道是假的。你会念你会讲你做不到啊，有这个基础，沙弥已经很容易做到，不费力气。这个戒和同解根就扎上了啊，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一点都不难。你真正可以做到，你真正可以得解啊，受戒的时候不见得会得解啊！这一清当家大师告诉什么叫得解，你真正做到，你心里头真正有，
啊，也不杀生这一条，心里都正常。啊，对一切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都有爱心，啊，真诚的爱心，啊，决定不伤害他，啊，小动物不伤害他，树木花草不伤害他，啊，你心里得有戒，这叫持戒。啊，再扩大到山河大地，一切万法，你都能够恭敬。这样离境诸佛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要做，不是说，是真的要做。啊，然后这四个根有了，还有一个根，文言文的根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是用文言文写的。如果你懂文言文，四库、藏经。都是祖宗留给你的财宝、珍宝，你可以随便用啊。如果文言文不懂，这东西给你没用处，你看不懂，你得不到的。啊，所以文言文是四库跟大藏的一把钥匙，你有了这把钥匙。你就可以享受我啊，古圣先贤千万年的智慧经验方法都传授给你了，你把钥匙拿不到的可惜啊，拿一把钥匙得用了两年的时间，你愿不愿意？我们学院在此的圣人，如果当初我提出来你们就真干，圣人当中一个星期修一篇古文，啊，只要一百篇就够用，要是拿到，啊，一个星期修一篇，两年就毕业了。汉城的钥匙就拿到。不肯学就没法子。啊，这个也要专业。有同学发证言，我专门学文言文，好事情。你将来把文言文转下去，这是工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现在没人讲。也没人教啊，过去李老师在台中国文班里头，徐行明居士他就学的国文啊，所以他对儒家东西讲了不少，有相当的成就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老了，啊，教学是在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啊，他小我一岁，身体不弱，啊，在家就是有家务业，替儿子暖堂啊，儿子暖堂是个好听的话。那个里面就是烦恼多多啊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啊，基础功
希望有同学发心转轨。当将来开会的时候，一个星期开两堂课可以，一个星期两次，有兴趣学习的报名参加，这个都是基础教育，没有基础不行，无法深入进藏。持戒是德行，有德行还得有学问。文言文是学问的基础，没有这个都谈不上。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在播种，发芽。成长可能我们都看不见，只要种子不灭，正法就住，跟传统文化都有希望。种子世世代代不消失，有人在做，人少不要紧，两个三个都非常可贵。种到二三代之后，成果才能看见。我们想到大魔祖师把禅传到中国，他到中国来，跟他学的这一个人，慧苦。慧苦传给僧团也是一个人，到慧能才遍地开花了。六代都是单传的，你就知道不容易了。六祖就是语言成熟，在他身上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43个人，禅宗在形成了很多派。传统文化的复兴，佛法的复兴，这是情啊，所以我们晓得，总的三代、四代、五代之后，复兴往下，一代。这个学习一代一代都会提升，境界会提升，成就会提升，人数也会增长。真正能有二三十个人成就，就不行。佛门里的祖师大德，有十几二十些，当然起来了。儒家也有十几二十些个，容器往下了。一点要有耐心，一点从自己本身做起。求人，最后都会失望。真正成功，一定求自己。不要可以靠别人。
啊，我全心全力做，希望做宗教师，三宝为宗教师。啊，我们能传一个传两个就很难得了。啊，传人真干的人可遇不可求。啊，真的是找不到我。啊，我们真干志同道合同气。自然他就想改，啊，慢慢的会出来。啊，真要吃苦，真的要实际要受苦，啊，真正要发愿，这一生不能白来。啊，为祖宗，为佛陀尽一份责任。啊，我们感他的人，感祖宗的人，感佛陀的人，知恩报恩。啊，要发真诚心，要认真。这四个根文言文是基础。啊，经教里面实实在在的说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黄念老的注解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我们这一生有缘遇到这个佛宝，太大太大。诸佛如来都是不尽的，我们要珍惜啊，不要让它空过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的话是如此，希望同学共同勉励，啊，我们人人都发心认真努力，把自己提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